是要向宝儿再求一次，宝儿会感受我的心意。较主动，直接跟伊结婚。而且我已经想好要结婚的方法，我想宝儿一定真感动。宝儿，你就是我要保护一世人的人，不管你外表变成什么款，我会永远爱你，请你嫁我。我不要你好辛苦，你敢等嘞？邓北仪有带冰冰做过敏的测试，千万眼睛一定要有蚕豆症哦。蚕豆症。我今日问少爷，当时邓北仪，我讲无想要邓北仪，以后我从这搞少爷，我就是无想要做大少爷。这几个人算有放胆子过生活。刚刚张立祥真正是富二代，真正好多的富二代。做这做唔对的代志，也唔过我是真心想要悔改，想要甲你回世底，我再找你来家。今早我陪你攀岩，是因为你想要甩掉胖胖的身材。今晚我嘛想要甩掉那个自私自利的小小。我一定要爬去上班顶，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你绝对做得到，加油！我有蚕豆症，安尼讲起来真是血。阿大家做好，我嘛有蚕豆症呢。杨乐多先生，陈宝儿。小香，你我进来，我们结婚吧。我兄弟要无来了，你进来给我去哩。我那一看就孙宝儿身体，我跟孙宝儿身体我等来，再请我等来。若是有一日在老家行不去，我犹原会陪在你身边，看窗我的雨水哒哒滴滴，回想咱一生的年纪。虽然讲日子无咱想的遐容易，你总是笑笑无讲什么，陪我吃苦吃甜，过好日歹日，你是我最大的安慰。有啥人会当爱我亲像你？点点地，我行过人生的四季，繁华世界目一年，无人会记得阮名字，只有你将阮当作你的天。有啥人会当爱我亲像你？付出青春为我无收你。